抑郁了。哎，哎，修罗，哎，哎，咋了？是吓我一跳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吓我一跳！你想干啥？起来，起来。瘦吗？怎么还有老铁说修罗瘦？修罗不瘦了吧？瘦吗？昨天 一天就给饿瘦了吗？饿不瘦啊？比一下，对比一下啊，看这些狗是哪个瘦啊，对比一下把比，是不是一天就能饿瘦？哎哎，坏家伙，我怎么做？我怎么做？放把比出来对比一下啊。看他俩谁肥。芭比这种状态哈，它这种运动能力完全没有一个怀孕母犬该有的稳重啊。不过呢，也有一个话题哈，也还是修罗结实啊，芭比肥一点。也有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说我们这边不解封，芭比万一出现难产怎么办？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。去萝卜了，去萝卜。去萝卜其实也不肥哈、啊，而且刚才我以为他抑郁了，感觉是不是感觉昨天那啥，昨天别的狗都吃了，他没吃，然后抑郁了，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我气了。现在干没啥事儿哈，那这修罗这个活儿啊，哎，这个凳子啊，啥也不说了，刚才，哎，
芭比，看那个肚子啊，看那个肚子啊，万一出现难产该怎么办？这事比较麻烦啊，太麻烦了。你去那里边干啥？你个憨货，出来！修罗，滚出来！干啥？显示这个笼子是你的，你能撑出来是不是？你的意思说，你在这里边跟在外边没区别是吧？你倒是没区别，但是芭比得进去。修罗，滚出来！修罗，修罗。咋样？芭比，芭比在这儿。修罗，滚出来！过来，过来，干啥留恋那边？过来，过来。啊，芭比进去了。哦，你也滚吧，你没啥事，你就滚回去。修罗，没啥事，给我滚进去。修罗进去啊！老实吧，不要抑郁，尽量给吃啊，尽量给你吃饭，吃饭吃饭来。看医生给你吃饭，给兴奋了。吃吃吃，给吃给吃，先喝点水，混个水饱，一会儿少吃点，家里实在缺粮食，饿红眼了吗？这是，眼睛都红了。哎，终于知道饿红眼是啥样了。哎，变色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吃吧吃吧吃吧，怪吓人呢，他的眼睛。吃吧，饿得成野兽似的了。